欢迎两位哈，说说吧，怎么认识的？就是在一个大学兼职群认识的啊，看他一个头像有个锁骨，我就以为他是他本人，我就加了他。然后呢？见面的时候发现他长得挺好看的，就决定了追求他了。锁骨是不是也挺好看的？好看，被一条锁骨吸引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啊，一根锁骨带来的一场爱情，不是就这意思吗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他以为是我的照片啊，结果不是。对，就那个锁骨是谁的呢？是我在网上别的，不是我的。感谢那个不知是谁的锁骨，成就了一段姻缘。我只能这么理解嘛。小伙子也很坦诚，看到一条锁骨，然后说：“哎，这个太美了”，就开始聊天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然后一见面，发现果然很美，然后就追她了。一开始追你的时候，是不是对你特好？刚开始在一起是挺开心的，追了一周之后，他就把我们的合照给他父母看，就是他是心里是承认我这个女朋友，我觉得就是在他的心里面还是有位置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很幸福。还有就是那时候我去找他，我们一起去散步啊，很开心的聊天。我们散完步之后，他就去打篮球，穿着白色的 T 恤，我就在树荫底下看着他打篮球，姿势很帅气，我觉得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恋爱的感觉，感觉跟他在一起很幸福，他也挺帅的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听明白了，一个喜欢一条锁骨，一个喜欢运动场上白 T 恤的男生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啊，很浪漫啊，很多爱情都是这么开始的。后来呢？往后说吧。后来他就开始了嫌弃我啊，总是挑我刺，挑剔我，就很挑剔。就比如说，我们一起去买水果回来，我自己本身也挺喜欢吃水果的，然后我就把水果差不多吃完了，他就说怎么把水果给吃完了，也还说我是个胖妹子，说我吃的像猪一样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当时我跟他去买水果，买一些香蕉啊、梨啊。他吃了香蕉又吃梨，我觉得这样吃水果会拉肚子，对他不好，我就让他少吃一点。更过分的就是要我出门都要化妆，什么穿裙子啊、穿高跟鞋啊，打扮得漂亮一些，还要求我必须要留长头发。之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是留长发，现在把头发剪短了，他就很嫌弃我。当时我剪头发的时候，他很生气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女生一定要留长头发呢？因为我喜欢长发的女生，长发飘飘的，像有种女神范。然后她化妆也挺好看的，我就让她每天很漂亮的面对我。我是这样的，就是喜欢长头发。对，那你要不穿裙子跟她出去，她怎么着？就是有一次约会的，我们去看电影，我就穿了一身的运动装，还有运动鞋，走在街上的时候，她都没有牵我的手。还有去看电影的时候，中间也隔了一个空位出来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当时去看电影，他打扮得很随意，感觉不尊重我的表现。看个电影你要打扮成什么样？穿晚礼服。像其他情侣打扮很好看，他就一身运动装，好像要去锻炼一样，不喜欢。哦，所以你就不牵他的手。是这意思吧？那为什么中间还空一个座位呢？因为我想跟保持点距离。还有就是我们一起走在马路上，他老是东张西望的看别的女生，对别的女生评头论足的说，哎，哪个美女好看啊，哪个女生性感啊，我就是丑妹子了。爱美之心人人都有啊，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帅哥你也会看啊。那我是你女朋友，在你旁边你这么对我说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当时说那些妹子很好看，就是想让你打扮跟她们一样啊，就是得体一些啊，打扮整齐一些。我觉得你对我的要求太严苛了，就连我平时，抠个牙、哈个气啊什么，他都不允许，他要我保持一个女神的形象，什么都不要。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坦诚相见。不是，那你有压力吗？他很嫌弃我，现在他慢慢的觉得我变得不好看了，变得丑了。我又不是之前整容变脸了，我又不是整容失败了，凭什么这样子说我？不是因为他之前第一次见面嘛，打扮得很得体、很好看的见面，现在在一起之后很随意。有时候他就是去工作啊，去兼职啊，他都是化了妆去见别人，啊，回家就素颜照面对我，我不喜欢这样。不是，他回家不对你素颜对，哎，我的天哪！对啊，这叫挑剔是吧？对啊。还有什么呀，姑娘，这小子？还有，我觉得他特别的好面子，要面子，特别的虚荣。虚荣，对，你说说吧。他有一次微博发自己的自拍照，我就在下面评论了一句猥琐，他就马上发微信质问我说，我这样子做太不给他面子，就马上要我删了那个评论。我就觉得就随开玩笑的评论一句也没有什么呀。我觉得他这样回复一句会损坏我的形象，到时候我朋友跟我同学怎么看我？不是你什么形象啊？我不是这种猥琐形象啊，他这样评论
我到时候我同学跟朋友看到了会怎么说？你介意他们说你眼睛小吗？这个不介意。他眼睛本来就小、啊、所以你以后不要发猥琐，你就说眼睛。那也没事啊，他同学都认识他那么久了，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呢、啊、然后他就很生气的。所以你觉得你同学都认为你很猥琐是这意思吗？没有，我很正直啊，不猥琐。正直，所以人家发个猥琐你无所谓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他就好像你不介意别人说你眼睛是小眼睛一样嘛，对不对？还有，我觉得我发现我们现在金钱观也不同。哦，之前我去兼职赚了一些钱，我就是需要该买的护肤品啊，一些衣服我就买了嘛。啊，他就翻看我的账单记录，看一下我的钱花哪去了。哦，他一看，哇，那么多钱都买护肤品去了，他就很生气的是说，哎，你这种女的，我养不了你了。是你自己。对，是我自己赚的钱买的。他翻看你的账单，对，还说我花钱大手大脚的。我觉得你这个评论是对的，姑娘。我自己赚的钱，为什么我就不能花呢？我又不是花我父母的钱，我更不是问。对，为什么不能花呢？他刚开始做了一段兼职嘛，赚了1000多块钱，然后他一下就花完了。啊、我就想看他账单记录到底花了些什么，他买了些化妆品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花你的钱了吗？没有，那这不就是猥琐吗？我就想要他节制一点，现在还是学生。节制什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他有啥关系？他是你女朋友，他没花你的钱。我还是觉得他花钱要花到正方面。所以这个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，不要就一下就那么近了，什么都要管起来了，要给别人，是吧？你接着说。又嫌弃我不化妆，又嫌弃我买护肤品。啊，还嫌弃你什么？还有就是他老是欺骗我，爱说谎话啊！他老是骗我说他身边有女生追求他呀，让我有危机感啊，特别的虚荣啊。有次他说他跟一个女生在房间里面学习，是他同学，还发了一个照片，上面写的就是一个明信片，很暧昧的话。那时候我真的很生气。是这样的，当时看到一个抖音短视频，想测试一下你的女朋友是否真的喜欢你。我就看到一个明信片，我就发给他看看他什么反应，然后我感觉是在乎我当时很开心，我没想顾虑那么多。哦，听明白了。那你觉得他在乎你吗？在乎。那他干嘛还要跟你分手啊？他不理解我，他说我总是欺骗他，其实有时候我是开玩笑。哦，没有，总是欺骗。我最讨厌别人这样子考验我了。我喜不喜欢你，你平时的细节都看不出吗？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幼稚无聊的事情呢？我当时就想确定一下嘛。我在那里那么生气，你在那里还在开心呢。哎，所以姑娘，你今天来确定是要分手的吗？是想分手，但是他觉得他做的这些是对的呀，没有错啊。上次还有就是他跟一个女生出去玩，还把他们两个人的合照发到朋友圈，叫他删了，他也不删，就是很亲密的。但是那个女同学，她给我介绍工作，我答应跟她一起出去玩，还她说拍照，我觉得普通朋友的名义跟她拍照，我觉得没什么，然后她要删。我觉得删了的话，那个女同学怎么看我吗？什么叫没什么？那些你的朋友都以为那个女生才是你的女朋友，下面人家都评论就说，哎呦秀恩爱啊，她才是你的女朋友。那我呢，我就觉得很生气。我觉得她所做这些，我觉得让我无法理解，但是她又觉得她自己做得很对。她能答应其他的男同学出去玩吗？如果是普通朋友的话还是可以的。别管那是反正能不能去吧。可以。能不能照相也可以。亲密的不可以？普通朋友嘛，照一下。那要看看他，就反正他不化妆，他穿着运动服去行吗？可以。穿着运动服可以亲密的照？你这什么心理？你要找个什么人啊？孩子他要找女神级别的啊。他显然不是，对吧？但是他可以慢慢努力啊。听明白了，所以你现在要分手是吧？对啊。除了这些事儿，平常他对你好吗？对我好还没有。平时的也吐槽我说我胖，胖妹子，丑妹子，颜值低啊。那我听明白了，是吧？喜欢吐槽。但是他没化妆的时候我就这么说，我说你化妆吗？那你觉得你帅吗？我觉得还好。特别有虚荣心啊。你希望自己的女朋友 你让老师们看看你，就是你给他容颜打多少分？就在女的里面他能打多少分？及格吧。60。那你在男的里面能打多少分？80吧。好，来吧，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看看你多高啊？1.77米。没有吧？
你把鞋脱了。一米七五，你的鞋跟挺高的。一米七五吗？我看也就一米七三。有一米七五。有吗？有。算上头发。有啊。行，那咱俩讨论一个事儿哈，就是你心目当中的女神是谁？迪丽热巴。你觉得？迪丽热巴能做你的女朋友吗？不能。好，她能变成迪丽热巴吗？不能。她变成迪丽热巴以后能做你的女朋友吗？不能。你女朋友说你虚荣，我觉得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每天就自导自演一些电影画面，想象着自己和迪丽热巴谈恋爱，可能吗？还有就是为什么一直会骗她说你身边有女孩喜欢你这件事情，你是在测试她吗？不是。你为什么一直在说她胖？我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打压她，抬高你自己。照我看，你们俩都是七十分的水平，你把她啪啪啪打到六十，把自己当当当抬到八十，你们俩就有差距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还这么干？人家就这么计算的，你怎么哪能不明白？虚荣心比较强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办法认清自己和他人的状况，然后虚构和编造一些谎言以满足自己的自尊心。你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的，孩子清醒一点，活在现实当中。没有人会天天在没有事儿的情况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尤其在我男朋友面前。我需要一个放松的自己，需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。他花自己的钱，穿自己买的运动服，怎么就那么被你嫌弃呢？迪丽热巴是美，但你够得着吗？那个可以爱我的，我也可以爱得到的，我们共同甜蜜的谈恋爱的那个女生，才是生活在现实当中真正的我生命当中的神。所以清清醒醒明明白白的做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认清自己到底是谁，好好的爱那个在你身边的女人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孙老师。你要是八十分。
解得这么肤浅呢？仅仅在于颜值和外貌，而且对于颜值和外貌还这么肤浅。我就想了一个情境，未来你会娶妻吧？会。你会要求你的妻子每天24小时都带妆吗？然后每天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一些生理性的东西都不能表现在你的面前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吧。我想如果一个女子能做到在你面前时刻保持精致的妆容，她是女神经。你知道一个道理叫做极度的自负其实是自卑的表现吗？其实有的时候你越想要得到的你得不到，然后对自己又不满意，这个时候呢，这种情绪就会带动你，你这个不是爱，欣赏可能都谈不上，就是一场美丽的误会。所以我觉得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，除了对他这些苛刻的要求之外，你根本都不怎么在意他的感受。就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你说朋友圈那个你跟女生的合照你不能删，因为删了之后你觉得那个女同学会怎么看你，那请问你不会想你女朋友怎么看你吗？如果以你的逻辑，在你的心里，你的女同学比你的女朋友要排位靠前哦。所以如果没有爱上的话，就大家好聚好散吧。有的时候极度的自负导致的自卑其实挺可怜的。我希望你找到自信，做一个真实的自己，谈一段真实的恋爱，接受真实的那个他，也接受真实的你自己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珊娜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喜欢长得漂亮，所以我就经常在想，我说我妈长得一般，我爸为什么会找她呢？为什么我们的父亲们找的都不是大美女呢？当然这种事情是在后来慢慢成长以后你才会懂得，真正的美也许来自于厨房里忙碌的身影，来自于女人肚子上的妊娠纹等等等等。你在不断的生活当中成长的时候，我会发现一个人最动人的那种美恰恰是付出，付出是最美的。所以其实在我看来，真正有品味的人是应该找一个懂得关爱自己的爱人，而不是他的长相有多美。恰恰应和了网上原来流传的那句话，什么漂亮的皮囊千变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你内心如果不自卑，你就不会刚刚主持人问你的时候你多高，明明只有1.75米，偏偏说自己1.77米，我估摸着你也就1.73米。但这个东西不重要，你为什么要撒谎呢？你撒谎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内心缺少。那么既然你自己都是不完美的，你何必去要求对方完美？你可以喜欢美女，你可以把迪丽热巴的照片贴得你整墙都是，满屋子都是，没关系，那是你的权利。但是针对于另外一个女人，她长得不像迪丽热巴或者没有那么漂亮，你又有什么资格去挑剔她？甚至因为她穿了一身运动衣，你就看电影都中间都要隔着一个位置，这就有些令人发指。你也是，你说男人都那样挑剔你呢，就因为你没有穿他所要求的衣服，就因为你没有符合他的那种发型，他就要嫌弃你，甚至要跟你隔一个位置。那这样的男人你还愿意见到他干什么？你不是自取其辱吗？也许在别的很多男生眼里你就是个大美女，那你为什么要到他这儿来，在他眼里当一个丑女呢？你何必呢？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毋庸置疑，谁不喜欢美呀？你追求的时候一定是追求美去的嘛，但是对美不能苛责，过了就要命了。就今天我们听到的一切，其实这里面就缺少尊重了。我觉得这里面就连基本的尊重都丧失了，因此你病了，兄弟。喜欢美，追求美没有错，过度就错了。女生啊，与其说她不自信，倒不如说你比她还不自信。好了，愿每个人都找到那个又美心里又好的人。来吧，两位自己选择吧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承认我之前开玩笑开的你过，不应该试探你，不应该那么对你，但是我是真的喜欢你，还真的在乎你，然后才那么做的。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次机会，好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脑子很乱，让我想想吧。
因为你做的那些事情让我真的无法理解。你就不能理解你就我吗？我当时做真的是喜欢你，挺在乎你才那么做的。我觉得你做这些事情真的很幼稚很无聊，根本就是3岁小孩做的事情。我不知道跟你能不能继续在一起。我以后会把这种毛病都改了的，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让我想想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。就今天这个是我听到的挺可怕的，我觉得就是当你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只是穿了一身运动服来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场电影，我可以隔一个座位，那就是说你是空气嘛。这种羞辱这个女生怎么能够接受得了，我实在是想不明白。来吧，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人生总有一些这个变化，你才觉得人生是有意思的，否则的话，你想的还叫人生吗？那就不是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谢谢你还能够给我机会，我一定会改正的。